2022乘风奖年度总冠军王心凌。王心凌参加浪姐三夺下年度总冠军，让她事业再创高峰，大家都心疼她熬了这么久，有这样的成绩是她应得的。在发表拿下冠军的感言后，王心凌又加码宣布将马不停蹄的开始新节目，一个是全新的综艺节目，另一个则是美食创意真人秀。消息曝光后，粉丝大喊太期待了，还有人说姐姐今天真的是疯狂营业啊，以后就按这个速度来哦。虽然工作满档，王心凌还抽空接受杂志专访，身上的封面她逗趣的写下，可能是 Cinderella， 可能是 Hot Candy， 都是 Cindy 的其中一面，多组美照让大家都好喜欢。其实自从王心凌参加浪姐三后，人气不断飙升，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她的微博人数已经冲到733万，看来距离破千不远了。